筹备了半年多的乔老板音乐会，7月27日晚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Lumen Theater 举行。这是一个能够容纳1000多人的剧院，门外的大石柱别具风格，气势雄伟。一所普通的州立大学能够拥有这么一座漂亮的剧院，可见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是很大手笔的。不少广外校友都应邀前来参加音乐会，有的还主动承担了接送、演出、分发门票等协调工作。远在圣伯南丁诺的刘医生梁霞，原先并不认识乔欣，在我们的积极推荐下，特地在下午6点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后，驱车1个多小时赶来捧场。他说，这是一种鼓励和积极的人生，他们一家人的精神令人感动。为了办好这场音乐会，乔欣、李丽一家人和他们的伙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除了策划、导演、乐队、舞台设计、节目单、场地安排等事务之外，还包括了很多重要的公关工作。本次音乐会获得中美政府的高层人物的重视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邱少芳先生和美国国会议员Linda Sanchez 分别寄来贺信，乔报、中国日报和北美最大的中文报纸《世界日报》的周刊，以及两家本地的英文报纸刊登了采访文章，华语1300电台电视频道18台和凤凰卫视在演出前播出专访节目，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，吸引了不少音乐爱好者来观看。唱家乔欣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，乔先生欢迎您。当晚的演出非常成功，观众的热情很高，掌声不断。乔欣一共唱了17首歌，体力充沛，精神可嘉。他们这一次是全家出动，李丽除了担任下半场的司仪之外，还唱了一首广东方言歌。大哥乔平、乔欣和儿子乔振的乔家三男高音的演出相当出色，就连丈母娘和女儿乔阳也都登台亮相，充当串角。广外7级英语系的朱海明专门从纽约飞过来担任上半场的节目主持，冯永良为音乐会的舞台设计和制作立下汗马功劳。乔欣说，这是广外校友的团队精神在美国的一次展现，他们也是在为广外争光。以下是音乐会的片段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晚上好。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No, there actually is, because it's still alive. There's a businessman called James Chow. Is this a real or a fake? Hello? Yeah? I'm sorry. It's 6 o'clock. Time for dinner! 开饭喽！哇，
called Beloved Motherland. 掌声有请。这场音乐会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愉快的周末，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。下次若有谁要举办类似的文艺活动，请别忘记请乔老板唱歌或是担当顾问哦。